PRP 第一个 P 就是血小板，第二个 R 是丰富的，第三个 P 是血浆，就丰富血小板的血浆自泛素，就是长这样子，有点像柳橙汁，有点像尿液啊。这其实是20cc 的浓缩，那我们这个会放在子宫颈的地方，然后用力推进去哈。等一下你会看到用喷的，这叫做 PRP。哦，我们把超音波的镜头稍微放大一点。然后我这个管子呢，已经进到这边了，有看到我的管在动，但是我不能太进去，我只能在这个房间的门口玄关的地方，哎。这个名那个值那地方小心哦，这里有点卡住。这地方，这等一下用电吸给它扩张一下，卡住了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ED 的时候，这里要稍微转一下哈，经纪人找一下。好，不要动。对，买好了外管之后，我们就准备把 PRP 的管子放进去，要推了。你看到我们会，你会看到白色的冲上去，再喷到，再喷到，有看到吗？在动，左右要换一下。进去了，整个都推完了。白色的这个就是 PRP 哈，这个地方，护着。好，那我们就后天看成功，看那个厚度变0.。好，我们这个管子会到子宫颈口，然后这个地方。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个蓝色的只能到这里顶，不能再过去。过去一点点，这里有一点点出来，所以这里进去一点点，然后从这里喷，等于用一桶水往房间里面洒，但是不能人不能走到房间的意思。所以，OK。